乡间小路嘛，是这样。哎，有点面熟哦，这个。哎，那只在帮，哎，这不是你们的版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宣传打成这样啊，太夸张了。很亲民啊，亲民吗？要走亲民路线，乡民们都知道我们的西雅图。这个骑摩托车过去都可以看一眼。哦，决胜的微拍嘛。对啊。哎，安娜。魏先有演，没有了，是谢家健啦，马来西亚人，因为我们是跨国的合作，有，谢家健，一比一样，嘿嘿，对，哦，有像你们两个有像的，有嘞，是女生嘞，真的很像哎，那是他难过还是你难过？我他难过，都好看，都好看哦，所以你看这个新戏哦。11月5号，对，在明视每周六晚间10点会跟大家见面。马来西亚也会播出，对，会同步播出。哎，爽哎爽哈！真的，林洋也在里面，真的，奥运的金牌双打，哇，还有马来西亚的五柳子，对。好了，希望大家期待。好的，那个电视剧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太棒，不错。啊，在这里，哎，这个要宣传怎么了？这是在干嘛？蓝，选了几次蓝蓝？摩羯摄影连摄影团队你也要宣传？不是，你看这个《爱情新时代》，这是熊熊烈啊，工作人员为什么工作人员你们的照片都在上面？这是在干嘛？很感动啊！不知道你们要宣传这么多，我们工作人员宣传一下。工作人员单身啊？我单身，对啊，真有，所以是相亲，真是够了。而且你脸给我修这么瘦，你给我进来，是同一个人吗？口罩拿下来，熊练我，熊，可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我熊熊这个脸差那么多？骗你，要骗集团，诈骗集团，连自己都觉得羞耻。哎，你们真的很夸张哎，每个电线杆都要放一个招牌，一定要的。